种子为主，种子，哎，就是我们造林的一些树木啊的种子，还有五谷杂粮的种子，还有蔬菜的种子都在那边哈，都在那边。这个是蔬菜的跟造林的种子，这个是配角，它是多肉植物。多肉植物就是类似那个像比较厚的、比较有水分的，那个都叫多肉植物。那那石莲花也是多肉植物，还有那个我们的仙人掌，仙人掌也是多肉植物。仙人掌你摸起来是不是厚厚的？芦荟也是多肉植物，哦，都是多肉植物。那像这种叶片，它就可以当繁殖，哎，对，就可以繁殖。它是落地生根植物，这样摆着，只要下面有泥土，不要太湿，有点湿度。它就可以坐在阳台，刚好一片面料，哎，我们垫面料，一水上面就是外面晒太阳，还没有长根的时候就不要晒太阳，水分不能下雨多，它会烂掉。哎，任何东西就不要让它，不要对它太好，不要溺爱它，啊，好一点，自然生长。多久浇一次？就泥土还湿湿的话，就用浇水。所以就很多天才一次。哎，对对对，跟那个仙人掌一样，大概至少要15天，也是半个月浇一次。喂，小朋友，不要把它拔起来啊！不能出外场。对呀，你看就好。那大家都要看啊！哈。对呀。这个是什么？那个就很普通的哦，你说红红那个，就外面种的那个，那个叫红千层，红千层，红千层派的千层，红色的，所以说红千层，像那个刷蓝泥用的刷子有没有？哦，超像的，所以叫红千层，也有白千层，白千层，白千层更漂亮，我有这里面有。他超毒。
我的那个一颗就挂了，是一颗就挂了，真的吗？种子对。哈哈哈哈哈！给他给你豆浆，豆浆是我的豆子大多了。对啊，没有豆浆，豆浆。不是要摸的，不是。